小猪说：“我要下班。我们这里的劳模是我们的琴姐，这是我们的小香烛。哎呀，香烛还是捅我的，还是宠我的。香烛知道没有猫营业了，我站出来，不就是营业吗？我也可以。对，练练睡觉了。这是我们的小香猪，好，小香猪也睡觉了。